Hello, my friend, 朋友你好，我是老桑。众所周知，三八妇女节是一个用来赞美全世界所有女性所取得的成就和贡献的节日。今年妇女节的主题是奋勇向前，也就是英文中的 Press for Progress， 呼吁我们一起努力，减少社会和工作中的性别差异，实现性别平等，就能够为我们创造更多的机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增强市场的竞争力。让我们为了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吧。我在这里祝所有的女性朋友妇女节快乐。